怎么让他把车就这么给提走了呀？你在这儿等我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。坐吧。你这么做风险太大了，只交押金就提了三辆车，而且我对那个人的感觉很不好。你这么相信自己的感觉，那么你感觉一下我，是不是在你眼里一无是处？可我知道，该怎么做好一名部门主管，该怎么处理业务。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不合适，你和他们初次合作，而且对对方的信用根本不了解。听着，你好像很关心我。我这是好心。谢谢。可是我记得在两个星期前的一次谈话中，你说你和我只是工作关系。那么我对你的好心，怎么理解？怎么接受？你怎么理解都行，至少我现在说的是一个合作伙伴应该说的话。还有，这次活动结束以后，我想我退出合作，我们以后最好不要见面了。丁爱宇。你退出的时候告诉我，我们会欢送你。谢谢。周玲玲刚才来过电话，让我转告你，你们家的钥匙她配好了。今天廖总代表公司上层向我道歉，他们应该向你道歉。嘉欣还告诉我，说你为了我找了很多人，好像当时只有你相信我。你也不用内疚，要是我碰上了这样的事儿，你也会帮我的，是吧？再说，当时也不止我一个人担心，邵佳欣和杨怀特都挺替你着急的。你跟杨怀特分手了？邵佳欣告诉你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两个人在一起，有好的时候就有不好的时候，分分合合很正常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不知道邵佳欣说的对不对。他说我们离婚是一个错误，我觉得咱们俩离婚真可能是一个错误。分开以后，你的影子就一直黏着我，赶都赶不走。我可没黏着你啊。我不是说你，是你的影子。其实我跟邵佳欣分手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的影子，我老想着，想忘忘不掉。分开了，你就应该把我忘了。你能吗？把我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其实，咱们俩谁都忘不了谁。你说咱们往回走行吗？往回走？怎么走？回到以前。要是还回到以前那样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以前是以前，咱们回不去了。我是说，咱们重新开始。怎么可能说回去就回去，说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？咱们俩都好好想想吧。来了，主管，白总。爱雨啊，你今天可真是光彩照人呐。难道我平时灰头土脸吗？爱雨，你误会了，白总的意思是你今天特别的漂亮。谢谢。蒙礼明怎么还不来呀？主管，白总，正好你们两位都在，我想跟你们谈点事。好啊，咱们这边谈。你们销售中心新一季度的宣传方案我都已经完成了，我想接下来的工作，王梅还有你们公司的宣传都能完成。你的意思是退出？对，这段时间太累了。白总啊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哦，不怪黎明，是我耽误了点时间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女朋友周玲玲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恭喜你们。谢谢。主管，白总，翁总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工作的支持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确定她就是翁黎明的女朋友吗？是她在聚会上自己说的，当着大家面说的。你说这是儿戏吗？我是说，他是真爱那个女孩，还是因为逃避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很爱翁黎明。你心里觉得翁黎明背叛你了，是吗？可我也和他走不下去了呀。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。只要翁立明还是单身，身边没有其他的女人，你就会觉得他还是你的，他的心，他的感情都还在你身上。尽管你说走不下去了，其实你心里根本没有结束过这段爱。可是现在他身边有了周玲玲，你才觉得你们是真正彻底的结束了。一个你深爱的男人，从他宣布另一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开始，他就不再属于你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爱他，非常爱他，我谁也不怪，只怪我自己。从18岁懂得什么是感情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谈恋爱，经历了一些感情挫折。十几年过去了，还是把自己弄得一团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特别爱他，就是跟他较劲，什么也不愿意跟他说。也许我太在意他了，不光折磨他，也折磨我自己。我想
你应该和翁立明好好谈谈。难道你还要我再去做一个第三者吗？丹青还没来找你，那你也没去找他，就这么耗着。姐，别再为我操心了。倒是你，什么时候跟老张摆结婚宴席啊？要请多少人啊？我和老张的意思啊，不想搞那么大的，就自己家亲朋好友吃顿饭就行了。那不是也得吃顿饭吗？我最近啊，正好在帮一个餐厅做广告，环境挺好的，我去跟那老板谈，一定可以打折。向梅，姐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别和自己过不去，去找找丹青，他也不容易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去了我说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没有错。感情的事儿，哪有谁对谁错的？各让一步不就行了？他自己心里有问题，非得他自己想明白了才行。那你整天这么难受着，也不是回事儿啊。任何人的等待都是有限度的，他自己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大不了找别人陪。今天先别训练了，现在你就入场康复康复啊。哎，好嘞。行，跟你的朋友好好聊聊吧。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再见。疼吗？废话。那你还贫？那我还哭啊？哼，这就叫不能改变疼的现状，不如把它当成享受。你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吧？过去你可从来不这样啊。我跟香梅分开了。我知道了，就等着你自己说出来呢。香梅这几天老来，是我自己扛不住了。人家让你扛什么你就扛不住，我这么一个废人你都能扛得住？那不一样，你是我哥们儿，你对我没那么多要求，就算我上街要饭了，我分你口热的就行了，他行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谢香梅比你有情有义的多。你要是真上街要饭了，他能替你要去。我要是真上街要饭了，我能让他替我要去吗？那我还算男的吗？你能不能不说你那点男人的自尊呢？我就烦看你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少说我两句，我也好受不到哪儿去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就这么拖着？不知道，再等等看吧。自己等吧。你干嘛去？追谢香梅，追上了算我老婆。我爸妈昨天来电话了，他们想见你。嗯。啊，你看着安排吧。你怎么了？工作不顺利啊？没什么。我们不是说好了互相坦诚的吗？不要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回避很多事情，两个人之间回避的越多，距离就会越来越远。啊？哦。丁爱宇两天没来上班了，为什么？他的助手告诉我他生病了。是真的生病了，还是因为我们？
不知道。你要是担心，我们就去看看他。不用。我想他不会愿意见我。可是我不想他从此恨你，恨我们。他挺痛苦的，我能感觉得到，我也能理解。我们去看看他吧。过几天再说吧。哎，你刚才说你父母要见我。啊，他们希望我们春节前结婚。啊，好啊。等我忙完这次活动，你安排他们过来吧。哎，或者咱们俩回去看他们也行啊。你想好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好见我父母，想好怎么跟他们说，想好和我结婚了。我当然想好了。我要不想好，我能跟你在一起吗？吃饭吧。好看吧？都什么岁数了，你就不该买这么贵的衣服，穿上去多好看呀！妈，你看脸色多好，是吧？是的，又年轻又漂亮。姐，你就应该学会好好爱惜自己。嗯，你弟的。哎，大姨，嗯，我弟就算了吧，他还没放假呢。再说他们大二正是各科通级的时候。哦，欣欣，嗯，你们这一辈儿里。就你跟香梅了啊！明白。二姐，这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怎么着也得在大树林里头好好选选吧。嗯。最起码得找一个又粗又大、枝繁叶茂，而且。得专门为你量身定造的大树，你说是不是？比如那个顾伟川，就是那个海龟，那个说什么都加个 OK 的那个顾伟川，他可回国了。你见着他了吗？见着了，就在机场，总共说了十句话，有九句半都是在拐弯抹角的询问我二姐的事儿。我看他真的是挺喜欢你的。说不定这回回国发展也是因为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姐，你原来在工厂不是有好多好朋友吗？把名单告诉我，咱们一块儿请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知道，让你忘了林丹青，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可是你完全可以骑着驴找马啊，是不是？只要你愿意。我马上给你们俩再重新建立联系，好不好？要不，再见见。林丹青的请柬，谁去送？我是看出来了，这还是贼心不死。我去送。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，我已经通知了媒体。现在唯一没有落实的就是租赁公司那边。怎么了？他们不是已经提走了3辆车吗？啊，得提前1个小时到达指定地点。可是我联系不上他们。他们的电话我不是给你了吗？我打了，可是打不通。哦，这样。你找个人过去看看。好。哎，王梅。嗯。怎么了？丁爱宇他今天来吗？他好像发烧了。哦。啊，你去吧。谢谢。怎么还痛苦呢？什么？跟女朋友分手啊？这分手啊，原因很多，归根结底一条就是不对路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？
为什么要结婚啊？两个人好就在一起凑合，不好就分，简单利索，痛苦少，分了兴许还是朋友，多好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分手？简单的说，跟你情况差不多。那看来咱们是一路人了。咱俩还真不是一路人。邵佳欣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，我找你干什么？那我们出去谈吧。不用，就这儿吧。啊，你们要有事儿谈，我先走了。你甭开口，我跟你谈不意味着你就要说话。你听好了，林丹青，别以为你跟个人似的坐在这儿，这全世界就得把你当根葱，葱都比你强，你知道吗？葱还能炒菜蘸酱呢，你能干什么呀？充其量就是一窝囊废。你还别瞪眼，我说错了吗？二姐还跟我说，你坚强乐观。乐观什么呀？你乐观？你就是一可乐啊你！你这号人，也只能在那些没脑子、不成熟的小姑娘面前冒充一下男人。但凡多看你两眼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什么玩意儿。二姐看上你，就是她瞎了眼了。她。你说完了吗？没有。这是我大表姐的结婚请柬，自己看着办。病成这样，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不是什么大病，我扛得过去。谢谢你的药。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我真的没事。你这哪像没事的样子？爱雨，我很抱歉。我是想说，我没办法。你是想跟我解释，你和周玲玲对吗？我知道她很爱你，你爱她吗？我和你没有办法在一起，分开了。连普通朋友又做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吧，我们之间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有一个人能有新的开始。我在问你，你爱他吗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那你还爱着我？我是说现在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那你回到周玲玲身边吧，我相信她会是个好妻子，也会给你个温暖的家。我祝福你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永远得不到祝福，我不愿意再成为第三者。
是他吗？他问你的病怎么样了？替我谢谢他。我没事儿，你走吧。我真的没事，我甚至觉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和理智过。既然你能重新开始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，我会为我自己找个很好的归宿。你会恨我吗？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力量，我会永远感谢你的。抱紧你，温暖我，尽管连一句爱都不敢说，但这一刻，我只想牵你的手，让星光在你眼中闪烁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说对不起。尽管连一句永远都不敢承诺，但这一刻，我宁愿化作飞蛾。照顾好自己。扑向那灿烂夺目的火，我不后悔，只想对你说。我找一下方可舟，他在里面，谢谢。可舟姐，哎呀。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好久没见了，一直没见你啊，还挺想你的。来坐。嗯，不拿我当情敌了吧？现在这话应该我说才对，你可别拿我当情敌啊。我跟你们罗建军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跟罗建军进展的怎么样？什么进展啊？他没找你啊？找了。他跟你谈了吗？谈了。那你们开始了没有？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！这有什么难的呀？这不就是他请你一顿饭，你请他一顿饭的事儿吗？难道你们还打算让我在中间当红娘啊？你们俩又不是没谈过恋爱。我们是谈过恋爱，我们还结过婚呢，所以我才得好好想想。那你还想什么呢？我不想再重复过去了，我想有个新的开始。如果罗建军非我不可，那我也不用着急，是吧？如果他要是找了别人，那说明我在他心中也不是那么宝贵，那也就没什么可惜的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考验考验他。也不是，也考验考验我自己吧。冰冰，饭我给你做好了啊，明天你热了自己吃。对，那我走了。玲玲，我想下个星期和你一起回你们家去看你父母。下个星期？对，我们结婚。结婚？对啊，结婚。你好像决定得很仓促。我已经决定了。
除非你不想嫁给我。我怎么不想？从我确定自己爱上你的那天起，我就开始想。可你突然说出来，我又觉得一切来得太快了，快得让我有些害怕和不安，所以我才会一直问你，你想好了吗？如果你没想好，我可以等，可我不想你因为逃避什么才这么做，更不想有一天我们会离婚。我对你的唯一承诺就是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，我要和你开始新的生活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辞职？对，辞职报告我已经写好了。丁爱宇啊，丁爱宇，你搞什么？就因为王黎明那小子有了新欢了？我说你们这感情游戏到底有完没完呢？好好好，你不愿意继续和翁立明他们合作，我理解，我也同意了。那你也没有必要辞职啊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冲动的做决定是要毁掉自己前途的？我一点都不冲动，这是我在这段时间以来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白总，我正准备去开会呢。开他们什么会？我问你，租赁公司的那三辆车是你让提走的？对啊，那明天活动还需要他们配合呢。谁配合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他们连人带车全跑了。跑了？对，跑了，消失了。我们只是收了10万块钱的定金呢，却损失了三辆车呀。汪立明，这是一部关于战争中的爱情的电影，一部关于战争中的人的电影。王梅啊，在家辞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你好，恭喜恭喜，哎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好长哎，谢谢啊，坐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好的，谢谢。妈，嗯，香梅怎么还不来呀？不知道呢，要不让小晴回去看看吧。不用了，我想她不愿意来，别难为她了。那还怎么成啊？姥姥，丹青叔叔来了。丹青来了。大姐，恭喜恭喜。谢谢。阿姨你好。我知道你会来的。丹青。哎，香梅呢？她还在家里呢吧？要不你们先进去吧，我去看看去。可马上快开始了。哎，香贵，里边还有好多客人得照顾呢。哎，你们在这儿。那要不然我去吧。哎，成，你去啊最合适。哎，丹青，这是前一阵儿你给我的那15000块钱。阿姨不糊涂，我知道这钱是你的，你是为了哄阿姨高兴。阿姨看中的不是钱，是你和香梅。我呀，给单存了一个折子，没设密码，拿着。阿姨，您拿着，你去跟香梅好好谈谈。这丫头啊，她心里苦，可他真喜欢你。你也知道了。报案了吗？嗯。那你现在怎么办呢？
赔。赔多少？除去全年的奖金，年前再交50万。50万？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你走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那就等着公司起诉我。去坐牢，去打工还钱，怎么都行。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。想去。你姐看上去挺幸福的。是吗？那就好。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4岁，姐姐15岁。她好像就在爸爸闭眼的那一瞬间突然间长大了。我哭着问姐姐：“爸爸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姐姐拍着我说：“香梅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”今天，姐姐带着妈妈，带着他的孩子走了，也是为了我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才是姐姐最大的负担。你会幸福的。会吗？你来就是要跟我说我会幸福的吗？我也就只能说说了，我给不了你什么。那你问过我需要什么了没有？我现在真的很羡慕我姐，我觉得她比我幸福，起码他找到一个真心实意要娶她的人。对不起，香梅，你还真说对了。你妈早就知道这钱是我给的，我给你。你来就是为了还我钱啊？这里面还有5000，我替穆林再谢谢你。钱律师，这是我所有的材料。你都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我必须尽快的拿到这笔钱。我明白。阿玉，我能问一下，这个翁立明现在和你什么关系？你能为了他连房子都不要了？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你为什么？这个房子我不需要了。
别这么看着我。哎，有人约你吗？要没人约，我想约你一块吃饭。是不是没人约我，你很高兴啊？不是，要是有人约你啊，我不是在这白等半天了吗？走，上车。买毛线干什么？这不天要冷了吗？想让你帮我织件毛衣。别土了，现在谁爱穿手织的毛衣啊？我乐意啊，我就想穿你织的毛衣，穿着舒服。细线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你最起码也应该买中粗的吧？这么细的线，你想累死我呀？那我可给你织双股的了。行，你怎么织都行。只要你愿意给我织，你可真会使廉价劳动力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白干。我请你吃饭，想吃什么？就是那个顾伟川，你以前见过面那海龟，今天晚上去你们家跟你见面。什么？他来我们家？哎，你别激动，这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姨妈的。那应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。你就给人家一个机会吧，也算给你自己一个。可是我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。这要什么准备呀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想着林丹青。不是我打击你，你啊得现实一点。有一种男人是用来谈恋爱的，但绝不适合做丈夫，林丹青就是这一种。还有一种男人是用来结婚的，顾伟川就是这一种，你看看大表姐，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特别实际的找了一个小业主结婚了，你不觉得他现在挺幸福的？哎，哎，谢香梅，别削了，再削成苹果糊了。香梅，今天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本来今天要去相亲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到这儿来了。你啊，你还是放不下林丹青那小子。他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嗯，老样子。不过最近我发现现在的丹青也不是过去的丹青了，他呀开始对生活有规划了，也不仅仅是钱，也包括你。不可能吧？哼，可是丹青啊，他就是说服不了自己心里不喜欢你。丹青啊比咱们任何人都需要帮助，他需要有人在后面推他一把。推了，推不动啊。爱过的人，黑夜比白天多。爱着的人，一句爱你都不敢说。这城市寂寞的像座城堡，仿佛谁都挣扎后逃不脱。可是我不想这样的生活，直到眼角的泪将视线淹没，直到感觉幸福就快要错过，才明白我们的日子快乐曾那么多。靠近你温暖我，
一刻，我只想牵你的手，让星光在你眼中闪烁。这一刻，我宁愿化作飞蛾，扑向那灿烂夺目的火。我不后悔，只想对你说。